小姐肯定是往这方向来了。瞧，这地上又多一道轩辕剑痕呢。在下叶一载，叶正。初次见面，不知三位来此所谓何事？我们正在找人，多有冒昧，还请见谅。不打紧，只是许久未有外人来访，姑且一问。不过，诸位说是在找人？是，我们在找一位穿着绿衣、身背大剑的女子。找她做什么？有何不妥吗？啊，就在此地约莫一旬之前，一个风雨交加的半夜，忽然传来了一声巨响。有人大着胆子隔着门板偷看了一眼，只见一名绿衣女子手持大剑匆匆离去。隔天早上一看，杜先生的船坞竟被毁了，人也不见踪影。平时杜先生在这船坞中为大家修理船只器具，如今人却不见了，唉，着实令人担心呢。那女子往哪个方向离去了？她往寒清湖的方向逃去，就在东边不远处，深入密林即可看见了。多谢。我早就怀疑了，一定是有人假冒大小姐。这冒充大小姐的家伙可真容易惹事，抓到他后可得好好教训教训。大王，说不准冒牌货还有很多个。那就一个一个全抓出来。这得花多少时间？大王别说笑了。这是黑火的痕迹。
这痕迹一路向北，我们过去看看。有状况！姐姐，西域究竟是怎样的地方？西域漫天沙海，一望无际，让人觉得自身渺小。人们在寥寥无几的绿洲旁建起城市，沙漠能够栽植极为美味的瓜果，有壮丽的美景，却也时时刻刻潜藏危机，夺人性命。那西域和商山哪里比较美丽呢？是没办法比较的，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，各有美丽之处。我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倚地山，要是哪天能到西域去该有多好。仙儿要想周游列国的话，只要等到恢复了，自然没有问题。好呀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是李军，待会儿都放轻脚步，我们绕过去。琉璃造的元灵武器，可真不错呀！今次一定要用这玩意儿立个大功劳。小师妹，别来无恙啊。师妹不但与通缉要犯厮混，还在向河关坏了我李军好事，这是铁了心要与我们作对了呀！叛徒，闭嘴！绝不会让你干扰师兄大业，隐世避祸不过懦夫，不为天下魔女放宠，什么魔者？让你天下大乱，是李军还是绿林乱党？师妹，得想清楚。这小子耍赖，难道金鸡端术各用，就是所谓正途？小辈儿耍的也有理。
师父说的与事必负，根本非墨者应做之事。在我看来，山魔就是一群假货，唯有师兄才是真正的墨者。这群庸才的。小心。阿兄，红姐姐。啊，竟然还有这招。哎，两个小鬼没事吧？红儿，你受伤了还好吗？小伤而已，不碍事。我真的没事。小意思，我早就习惯了。有意思。如何？复魂牢吸引妖魔，捕妖家捉住他们，接着用这机关取出元灵，最后借妖魔的元灵强化武器。走了，小鬼们，别在这儿磨蹭了。我在西域望见过中原、长安、商山，都见过好几次。在地平线的一端，隐隐约约闪动着，忽远忽近。啊，从西域怎么望得见呢？所以那并不是真的。我后来才知道，是沙漠里有着会迷惑人心的妖魔，名为慎。他潜藏在黄沙中，有时躲在绿洲的暗处。西域人说他是蛟龙一类，能够操纵云气，入水则会幻化为蚌壳，潜于湖底。但从没有人见过慎的真身。慎吐出的气会形成连绵的楼台城阙，让来往行人想起美好的回忆。没办法从幻觉里逃出的人，
便会从此在沙漠里失去踪影。我也曾经为了一探虚实，朝着楼台的方向前进。啊，那结果呢？红姐姐见到什么了？什么也没有啊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伤痕累累，被送到附近的绿洲了。我是因此决定回来中原的。谣言感觉比想象中的还危险。这次召陆凌风回到玉水，该不会也是计谋？以此为由探听各方意向，这一招心思很深呐。那可得提醒博生将军。他没问题的。小伙子，来下棋吗？还请手下留情了。那就快坐下吧，赶紧的。
老喽，下不赢你们这些年轻人喽。啊，您老棋艺精湛，这回是我侥幸了。哎，讲得倒像我不服输了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这是祝融，他的厉害你刚刚也见识到了。要是遇上商契那高智，也让他领教领教。住那家伙！才一阵子没见太史兄弟，身边竟就跟着一位美人了。怎么有空来咱们蔡阳这小地方？文叔托我来通知你，要记得到御水祝贺圣公将军登基。也听闻蔡阳近日不太安稳，特来提醒。又是文叔多虑了吧？我至今和他不同，不太在意流言而已，不怪他会担心。你回去和他说，刘伯升自有办法。伯升将军。当心！谁派你来的？
生将军伤势不浅，要不先回蔡阳治疗吧。不打紧，皮肉伤罢了。我倒是比较想知道这刺客的来历。啊，这人是当初在鹿林山遇见的士兵。博生，我曾在鹿林山见过此人，他是圣公将军麾下士兵。哎，我明白了，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吧。事关重大，或许鹿林军遭人渗透，为何不继续追究？总是会有这种事儿，无论如何我自有打算。若有什么事，我们可以帮上将军的。不如再助我一次吧。博生但说便是。替我到御水去提醒一下刘季那小子，请他好好处理送给圣公的贺礼，也和他说下刺客的事情，要他多留一点。没问题，告辞。博生将军为何要袒护刺客？若他真是圣公将军遣来的人，那不就糟了？但要只是那刺客故意为之，贸然行动反而坏事。刺客受了王莽军的收买，也不无可能。要这么说，不就更应该查得彻底？或许博生将军自有打算吧。小鬼们！大王，怎么了？别妄加揣测管不着的事情。哎，说的是，但毕竟文殊、博生二人曾助我良多，多少还是会担心呢。子胥，记得你去蔡阳找博生将军了，事情如何？博生说，请你准备进献给圣公将军的贺礼，然后调查一下军中有无生人混入。贺礼没问题，但调查军中是为了……我们在蔡阳遇上刺客。什么？那人似乎来自圣公将军麾下，陆林军可能已遭渗透，只是人都死了，博生似乎也无意追究。这事严重得很，怎能不追究？将军不查，是担心惊扰圣公将军。这事儿由我来办。有什么我们能帮上忙的地方吗？这事儿你们不好处理，我来便行。不过若有空闲，不知能否助我处理送给圣公将军的贺礼？没问题，你便说吧。我日前找了将军的厨师陈瑟帮忙，要他替咱们做些料理送去。贺礼竟是送料理？是啊，圣公将军素来爱吃山珍海味，我看陈瑟正日在河边苦恼该如何搜罗食材，就请你们搭把手了。调查有个结果后再告诉你们状况。有劳你了。没想到要送给将军的是料理，不晓得会是什么菜色。要进献给将军，肯定不会太马虎的，说不准还有什么特殊的食材。哎，等等，别做傻事啊。我只是想抓个鱼而已，吓着你们了。三位是？我们受刘将军所托来替你张罗食材，有什么需要的就告诉我们，别再自己跳进河里了。哎，我还想着别给将军添麻烦，没想到他直接请人来了。哎，我呀光是处理肉类就忙昏头了。可否替我采回上头的野菜？交给我们吧。温酒、葵菜、紫姜都是些常见的野菜，也许村外便有。赶紧采完带回去给他吧。如果帮了那个厨师，我们应当也能尝上几口吧。但是
阿兄可要好好记得那味道。会的，到时候一沾手印做给香儿吃。小鬼也懂料理？嗯，坐下去就懂了。这我可不敢吃。陈兄，都带回来了。啊，多谢你们。哎，这些东西加进去，料理才算完成。陈兄做的是什么呀？可真香。腐制羔羊，用的呀可是周礼古法，先微烤，后用大釜炖煮。不多说，待会儿请你们吃上几口。试试。哎，这可真好喝。羔羊肉也炖得恰到好处，真是厉害。太好了太好了。这样一来啊，肯定就能进香给圣上了。哎，狗儿看起来也想吃呢。这小毛头就爱吃我煮的肉羹。回头再给他吃些。我把肉羹带到圣上府邸，咱们就在那儿碰头吧。那肉羹可真是好吃，口齿留香。刘将军的眼光挺不错的，找到陈兄做厨子，圣公将军肯定会喜欢。看阿兄在那吃得津津有味的。香儿这不是也吃味了？阿兄。你们和刘将军真是我的大贵人呐！方才我可被圣上封了中郎将呢。这肉羹竟好吃到让你做了官？哎呀，是啊，真是吓了我一跳。只是圣上又出了个难题给我，若你们能再帮帮我，那就太好了。他要你做什么？小兄弟可有听过山王骨肉汤？未曾。那既是羹汤也是药膳，其中最精华的在于山王，也就是狼妖。狼妖入菜能吃吗？哎呀，那可好吃了。人们以为精怪之肉坚韧难食，其实啊是用错了方法。那么这次就是要帮你猎头狼妖来了？是啊，毕竟危险，我也不会白白亏待你们的。方才圣上的赏钱肯定分些给你们。好，你就在这儿等我们吧。这次还要求一道特殊的药膳，圣公将军估计是真的挑嘴。山王骨肉汤我也没听说过。吉鹏大王吃过精怪的肉吗？啊，本大王才不吃那类小妖，吃了肯定会闹肚子。
哎呦，你们动作可真是快啊！你要的狼肉狼骨，拿去吧。多亏了刘将军的食谱，等结束后可得好好向他致谢。不如你们先到刘将军那儿等我吧，让你们在这儿苦等也不好。确实可以呢，我们也还有点事情要问问他。就这么办。陈兄赶紧进去做菜吧，免得圣公将军生气了。惊动将军，也不能弄得满城风雨。想个办法。刘将军，抱歉，在想些事情，没发现你们。刺客一事，调查得很顺利吗？有个底了。这事情我会替博生将军办好。倒是陈瑟那儿，将军。将军，多亏了你的食谱，我呀又被封为骑都尉了。圣上说，日后的膳食都由我主责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我正巧有些事要请你帮忙。行，我陈瑟这条命就献给绿林军了。我先和子虚谈完，请你稍等了。圣公将军真那么喜欢陈瑟的菜呀？谁知道，至少这么做，咱们和圣公将军的关系也能拉近一些。这样，事情就好办了。确实是如此。子虚，可否最后再麻烦你一事？我听闻圣公将军也喜爱先知熬制的汤品，打算让陈瑟试试。搜集完后，直接到灶房给他变形。没问题，这次可以让我们也喝上几碗了吧？这是无妨，我会再和他说的，就麻烦你了。真没想到，陈兄就这样平步青云了。哼，圣公将军就只对我们苛刻。下次就学到了，有求于圣公将军。先送他一锅肉羹，一锅不够就送他两锅。那也得要肉羹做得好吃才行。等等，香儿，先别过去。不行，死了。他的死状不太对劲，得好好查一下。羹汤的味道感觉并无问题，只是野狗嘴边确实沾着羹汤。陈兄这一次也给了狗儿吃，看来是的。这些药草虽有疗效，
但若用量不对，就会是剧毒。陈兄与野菜药草不熟，恐怕是加了进去。是羹汤的食谱，看来也是刘季给的。药草的用量确实过多，他只是照着做了而已。陈兄怕是去告发刘将军了，我们赶紧走。哎呦，疼！哎呀，真是，也不轻点力，就这样把人甩的。干什么？赶紧走啊！刘季被抓，得快些和博生兄说。要是牵连他们两兄弟，那可就糟糕了。刘将军他会怎么样？只怕是凶多吉少了。以下犯上，绝不可能安然无恙。臣色已供出他，圣宫将军肯定不会轻言放过。要是牵连到文说和博生，只能相信博生有办法化解。那还能怎么化解呢？博生，大事不好！哎，太史兄弟，怎如此着急？是刘季，他想谋害圣宫将军，事迹败露给捉了。哎，这天还是到了呀。趁着圣宫将军还未追究，不如先逃吧，和文叔碰头。这么做，不就反而落人口实了吗？太史兄弟，这事儿既然发生了，我刘伯生就是得扛下来呀。想想，是我治军无方，没发觉兄弟们不开心。伯生，大局为重，绿林军不能少了你。严重了，太史兄弟，成事不为我一人，领军打仗更不是非我不可。但要想劝圣公饶过刘季，那可能真得由我出马才行了。话虽如此，哎呀，你也真是固执透顶。我与圣公共事良久，他的脾性我怎不知？这，此事我来处理即可。抱歉呐，琐事甚多，拖延了你，多谢你这一路的帮忙。哎，博生兄别这么说，你与文叔才是助我良多，还请你要特别当心。哈，这是当然。告辞。夏阳中郎将，兰阳尉起都尉，兰阳头千户侯，万户侯